你而家睇緊嘅係01010頻道，我係神婆 Ella。好，第三节阿竹又系有声嘅，咁特冇啊！我都系 mute 晒声啊，咁奇怪嘅啊，真系邪啊！呢个邪教 ，OK。好啦，咁啊，嗱，阿竹呢一 part 咧，咁我哋咧就会讲下咧呢20条嘅基本教义。基本教义嗱，写咧仍佢话咧就话咧呢20条教义咧系仍然存在嘅。嗯，嗱，真系唔知啊，我就照读嘅啫 ，OK。咩乜乜乜？乜乜乜乜会，一人一条啦，好嘛？好啊，好啊。第一条，上帝喜欢性，因为性系传播爱嘅。哇，咁啊系，啱嘅。咁做爱做爱啊嘛，咁你要繁殖啊嘛，系咯，系嘛？好，咁啊，第二条，第二条你啦。咁啊，正话都亦都提到啦，系啊，撒旦系厌恶性嘅，嗯，因为性。是如此美麗，有冇開心啫？我照讀嘅咋，我真係照讀，我跟稿嘅啫，我都係跟稿嘅啫，真係揾出嚟㗎嚇。好啦，第三條亂倫係可以嘅，因為母親咧係教導兒子如何做愛嘅不二人選。嗱，有少少偏離啦，我真係開始歪歪地啦，係開始歪歪地啊。喂，係。做父母的是可以跟小朋友讲性，而你有冇咧？我想问下，冇，系咪未需要？佢都未问，要问先讲噶，出咗事啦，无啦啦讲啊，我哋扯旗未啊？傻嘅，系啊，你有冇问啊？问下你仔有冇沟女啊？嗰啲哦有，咁有冇啊？有有有，有沟女嘅，成唔成功啊？好似几个啦已经。散咗噶呀？系啊，几哇哇哇，冇掂过嘢噶喎。哦，佢自己跌咗落嚟嘅，个 stand 嗰度。哇，好邪啊！点勾啊？扼落啊，箍住佢。睇下先吓。哦，真系好。揽住佢啊，成个勾箍住佢隔拉底。隔拉底啊！抹开个铁线啦，系啦。啊，得得，有阵时整佢瞓低佢，瞓低先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好嚟啦，第四第四个，第四个嗱教条嚟咋，我照讲照讲翻啫。11岁嘅少女既然可以有怀孕嘅能力，点解佢唔能够享受性爱嘅权利咧？又啱，乜你又吹佢唔正？咁其实真系衰十一系人。列出嚟嘅啫，唔系，系社会列出嚟嘅，因为佢觉得11岁系冇呢个思考判断能力，系，但就唔可以做爱啦，系你啲大人又唔俾佢做爱啫，佢惊啲成年人利用佢呢一点无知，嗯，冇错冇错冇错，啊 ，OK， 好，咁啊，嗱，跟住第五条，同爷爷性交，嗱，呢个爷爷咧代表系国王，佢啊系啊，冇错，唔系你嘅爷爷啊。同爷爷性交是一件很爽的事，话呢个自己家内喎，是吗？是的吗？真的吗？即系嗱，即系呢啲系规条啊！唉，真系咁样话俾你听，你可以揾爷爷搏嘢嘅，一定系好爽。O K， 咁解啫。好，第六，第六啊，你可以同任何人搏嘢，呢个都啱嘅，我觉得。咁理论上系系嘅，理论上啱嘅喎，理论上系可以嘅，佢又冇错嘅，系咯。OK， 好，第七，好嗱，爸爸妈妈咧至少应该咧俾子女咧就读到初中或者中三咁样就算啦。啊，咁啊，如果仔女咧仲想接受多啲教育咧，咁啊要睇下爸爸妈妈咧会唔会遵从呢个会嘅规定啦。系啊，呢个会嘅规定。嗱，咁啊，系呢个会嘅规定。呢个会啊，唔系任何啊。OK， 而家读紧俾你听啦。好，第八。好。第八条啊，信徒嘅裸体照片啊，就叫做裸体小可爱，个照翼啫，咁啊好适合啊，爱嚟摄喺圣经入边嘅做书签，
照稿嘅咋，唔关我事啊。有冇心机睇圣经啊？咁你真系喂，书插你唔会揸住成日咁睇系嘛？唔好攞睇咯，做乜咁？你打机咩？屌你咯！唔系啊，佢揸赛车咧，不自然咁执捻埋个身。好啦，第九，为咗保护上帝嘅工作啊，可以对非信徒撒谎讲大话。系，我唔可以话系错。嗯，因为真系有人咁讲嘅。系咩？可以。是就说是，不 是, 是不是就说不是。你讲多次，大声啲。算 ，OK， 停 ，OK。你讲多次，我听唔清楚。OK， 够啦 ，OK， 嚟啦。第十题。好，男人呢就唔可以搞基嘅。嗯。但是，女同性恋呢实在太 sexy 啦。嗱，呢个我同意啦。嗱。眾所周知啦，即係我呢幾，即係如果男人睇翻男人搞基就好啦，阿特係，我係好討厭男基嘅，真係對唔住。喂女，我有偏見。喂女睇翻女都核突嘅喎。我唔知啦，總之咧，女基咧我 OK 嘅。你 OK 啫，但係你有冇問過你老婆咧？我唔知道。你可以問翻佢嘅觀點啊嘛。OK。但係真係嘅男嘅。但我老婆話，我老婆話核突咯。女女啊？係啊。都好撚核突㗎。男男咧？男男 ，OK， 佢个都冇乜嘢嘅。继续， okay， 好，第十一，你啊，智慧是在跟耶稣做爱。喂，真系照读噶，你真系耶稣，即系宽恕我 ，OK。男人和耶稣做爱时，他的身份是耶稣的老婆，而不是男人，所以不算搞基。哇，即系你噏晒啦。系啊。你打飛機即係同耶穌做愛，但你打飛機嘅同事咧，佢唔係男人，佢係佢老婆。呢個真係唔得啦，真係唔得。掂任鳩話噏咯，咪咯，即係好唔對路啊！好嚟啦，十二，咁咧，哇，咁撚長嘅，咁撚快啊，真係。唔係呢啲一秒你講嘅啲嘢啊，搭十二嚟噶。哇，使乜咁撚長啊，大佬？仲要好爆喎、啊！嗱，一節節啦，大家一節節啦， okay, okay. 分曬啦。哦，第十二咧，如果你同耶穌做我嗰陣時咧，你最好講啲令耶穌興奮嘅污糟話、髒話呢啲語呢啲耳語嘅情話咧。啊，咁包括入邊嘅內容咧。啊，嗱，括弧。不僅即係不僅限於係唔止呢啲嘅，咁第一句咧，攬實我，我愛死你啦，灌滿我吧，即係懟入啲啦，射出來吧，為我播種哦，我屌，喂呢啲係純粹同阿爺爺做過嗰陣時喎。是吧不知道、啊。是啊同阿爺爺做過的時候即是我是女即如果我要这样讲我是女啦是的你灌入我把嘛。你灌滿我把嘛射進我把嘛。啊是为我播种嘛。不是即是我是女咯。哎到你噏吧。好跟住你让我兴奋。耶稣啊我想感受你对我的爱，我也想给你快活。耶稣，你是万人迷。耶稣，我想要你，我想看你，我想咬你，我想摸你，我想跟你猛讲。喂，真系宽恕，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照读嘅啫。稿啊，照稿啊，冇错，嚟啦，继续。我想摆翻上网呢啲嘢。好，咪到我啊嘛。咁啊！我要涌入你嘅怀抱，系我要感受与你赤身相贴嘅火热。点解你读嗰 part 你拣正嗰 part 咁好？咁啦，暧昧嘅点？好嚟啦，耶稣，我以为你口交。Oh my god！ 我要吸你的种子，耶稣，你让我欲。罢不能罢，你的家伙让我疯狂，我都湿成河，我下面给你吃吧，耶稣，我很你味的，
耶稣你常常霸。我屌我逼啲爱金返耶稣嚟搵你。喂我照读查。喂真係呢啲咩教条嚟㗎，点解会咁样㗎，咩事呀、啊、大佬。而家到咗十二咋。好啦你继续。十三。十三。基督教徒似乎不应该说类似阴茎或者阴道这样的词，但其实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在主的指示下，这些词语是很干净的，只要你分你不要不分时间场合地乱讲就 OK。 喂其实他又突然间又比较正路了，即是你 跟教主讲就 OK 咯。喂，佢呢番咁嘅説話，係冇錯冇錯，我係同教主卜嘢嗰時先講啊嘛，係啱先，冇錯冇錯。咁啊，佢都肯叫啲信眾啊，係啊，即係唔好亂咁講喎呢啲嘢，喺教主面前先好講。係啊，咪卜嘢嗰時講啊，唔通你開緊會嗰時你突無端端講咩？你灌滿我吧，冇可能噶嘛，啱先。唉，救命、啊。OK， 好，十四，第十四。耶稣的预知被称为金色的种子，给耶稣口交是获知这些预言的种子你最好的办法。即是什么色戒啊，拿、啊、自己的身体来交易、啊、如果你是女的找不到耶稣时候也可以给男的口交。即是求其找个男人都可以找到金色的种子的。咁啊，我就有预知能力啦。O K， 咁啊，好捻荒谬啊！真系救命啊，真系。好，十五啊，耶稣咧本应该喺1993年咧重返人间嘅，咁但系因为佢冇嚟，因为咧佢想俾嗰个会咧更多成长嘅时间。喂，咁都得啊？即系话俾你，喂，我今晚我即系我你仲未你仲未成熟，即系未末日啊！啊，因为你未成熟啊，你未有资格上天国住。嗯O K 喎，哇，又系呢啲咁嘅嘢嘅我，我做乜屌？嚟啦，十六啊！强奸让女性有机会见证施暴者，哇，屌乜卵嘢嚟噶？而且被强奸也没什么，即系冇乜大不了啊。系啦，咁反正女方就应该免费提供性服务。因为这是发展教徒的好方法，嗯、所以咧佢就呢条教条咧就搞到咧啲女教徒咧就好放好放心咧咁样出去卖淫，系啊，佢呢系其实真系洗脑方式，真系阴功。好，喂，十七，好，国王王国嘅锁匙系好有力量嘅 ，power key，power key， 冇错。The key man 啊 ，Matrix 入边嗰个 key man， 他能让你嘅祈祷获得额外嘅力量，咁啊 OK 啊，呢啲都好合理 啊，正常啊，系啊。这种不明飞行物一般嘅力量，还可以变成抵挡恶魔嘅宝剑，咁啊呢、這个都 OK 嘅。即系话你祈祷就会有力量啊嘛，乜捻嘢都唔怕咁啊，类似咁啦，系嘛。好啦，十八，好，纽约嘅世贸商有啲正常啲啊。哇，双子塔冧咗啦。系啦。咁啊，纽约嘅世贸双子塔咧，个象征咧就是、一个肥仔，嗯，懒人，富贵嘅无知，嗯，所以咧，上帝会才会安排，哇，屌俾人屌喎呢个，所以咧，上帝咧就会安排呢个911事件发生，啊，喺呢个美国标志身上，即系阿扑街啦，喺美国扑街嘅身上啦，系啦，即系类似咁啦，系啦。好，十九啊，希特拉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做的还远远不够，因为犹太人是劣等。哇哇哇，屌你！又是被人恶魔。OK，、啊、而且大屠杀实际上根本是子虚乌有。咁撚似而家啲香港警察嘅？唔使啊，当年都是一个人也没有死。六四啊，够啦。OK， 好，好，二三啊，最后一题。嗯，天堂就喺座空间的之城，嗯，它是位于一座金字塔的中间。这个金字塔呢长阔高2400公里。哇，好卵大。2400公里啊，大佬。好大啊。哇，仲可以穿梭这个空间啊，来到地球啊。哇，啊，它可能呢就在躲在月球
嗰度，即係佢可以食嚟走嘅。冇錯，呢個空間之城啊。冇錯，咁啊就係呢二十條嘅教條。喂，即係真係咧，即係如果啊而家仍然係運行緊呢啲教條嘅話咧。喂，佢係真係同美國佬唔妥嘅喎。呢個教條，教條真其實好多呢個教會，唔單止呢個啊，即係譬如啲一剔教啊，即係咧當年有個邪教咧係全部著住 Nike 自殺嘅喎，同埋呢個人民殿堂啦，其實都係好反美國政府嘅，係好反美國主義嘅，係唔知係咪因為？我不知道为什么啦，嗱，咁同埋咧，咁啊睇翻啦，即系呢二十条教条咧，佢讲正经嘢咧就好啦，戇鳩啊，模棱兩可噶，系啊，咩叫空間之城啫？屌你咁又長又盛，咁啊仲可以瞬間，即系佢可能呢，其實咧佢乒乓咧都唔，佢唔係呢樣嘢，佢個乒乓咧只不過係搏嘢啦，你做雞啦，咩嗱？你跟信教徒博嘢，你未必有钱搵俾个教会，但你博惯咗咧，你就献身啦，为呢个宗教出点力啦，都啱嘅，都系嘅，咁啊嗱，我哋就唔可以讲话啊，佢究竟即系你始终真系有人信啊，有又真系有人信，系啊，咁啊。真系唔明白真系完全。系啊，虽然即系我哋讲就好笑咁讲，喂，我都想去试下啦，系咪先？因为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因为而家呢个会咧，仲运行紧咧，香港系仲有噶嘛？系啊。咁但系即系我睇翻啲资料就话，原来系维园啊，系有聚会。系咯。系啊。咪第日去维园睇下睇下。啲都彬彬嘅喎。个 point 就系、是。你俾人屌啱喎，啱啊！唔系佢讲女啫，佢系唔主张同性恋。咁但系啲男教徒系咪可以乱咁搵啲女搏嘢咧？系噶，应该都系。系啊，系嘛？即系我想要嚟嚟啦。唔系唔系，好似 A.M. 呢啲口水劈就嚟咯，系咁啊！真系，即系讲就话我梗系好想试啦，但系你入咗去都好难出翻嚟噶。唔易噶呢啲情，一入豪门深似海，翻唔到转头。系咯，啊，喂，你翻屋企净系搞一个，你喺入边搞好多个，你皇帝都屌唔晒啦。喂，成日话后，喂，乜皇帝三千佳丽啊？系啊，后宫三千，十年先翻嚟屌你，屌你一次，扑街落第十年翻嚟，你都变咗阿婆啦，啱唔啱我廿岁屌过你嘅，我第二次屌你系卅岁，啱先啊！我话点屌啊，大佬，屌你第三次咪四廿岁，真系惨啊！真系，我觉得呢啲后宫佳丽先惨啊！系啊系啊，好啦好啦，咁啊嗱，咁啊去到最尾咧，节目完结之前咧，就咁啊，因为今晚就讲咗一啲关于呢个嘅教派。咁啊，俾多张相大家睇下，推介一下咧。呢套咁其实呢套戏啦，就系噔噔，就系、是、我哋嘅古天乐先生。哇，末日风暴仔啊，系啦，邪教档案之末日风暴。嗱，其实咧呢套嘢咧，即系当然就唔红啦，唔收得啦。咁啊，但系咧，其实咧，佢绝对咧就系、是、参照《天父的儿女》呢、這个。架构咧拍成嘅，拍成嘅。咁大家见到啦，古天乐上边嗰个连海咧，就系、是、教主啦。唉，嗱，即系入边好真嘅，即系同佢讲嘅一样噶。系，即系入边咧有几个单元。啲女主角靓唔靓先？林雅诗，诶 ，OK 啊 ，OK 啊。哇，1999年嘅喎。系啊。世界末日是 啊, 是啊，就是讲世界末日的元旦来临。咁咧入边咧，景第一正啊，嗱，古天乐有情欲戏，同阿林雅诗搏嘢，哇，几劲啊，系咪先？几破格嗰时。咁咧，大家见到咧海报嘅右手边咧，嗰、那个就系影帝，唔系右手边，左边系影帝，
黄秋生啦，嗰个就系做警察嘅。系咁啊，左手边嗰咧就系关保卫。哦，佢咧就系其中一个信徒啊。咁啊，原本咧佢一个大好嘅家庭，咁啊有小朋友啊，即刻嘢。咁啊，因为信咗呢个教派之后咧，走去做鸡，搵钱嘛。系啊，咁咧。其实呢套嘢呢 exactly 呢就係参照返八十年代。即係七几年喺香港发生过嘅天父的儿女嘅事件呢就改编啦。改编而成嘅。咁啊大家可以上网睇返呢套嘢其实都几 detail, 即係唔 hea 嘅呢套嘢即係都认真嘅。边个导演啊黎继明。嚟系啊系啊嚟计嚟啊！佢而家以前拍过啲好多沟片嘅，系啊，咁啊呢度仲沟啦，如果咁系啊，推介下啦。咁啊，其实香港都有啲咁嘅电影嘅，咁啊好啦，咁啊差不多啦，今晚即系我好想认真咁讲，但系佢啲内容实在太好笑，太搞鬼啦！我真系觉得，即系咁啊，可能英文会好啲嘅。一样 fuck me 咁，哇系喎，英文嗰条点译啦 ？Oral 啊，真系我都话上网睇翻佢嗰个教。好，咁啊嗱，下个礼拜咧，系好似有嘉宾嘅，边个啊？你嗰个啊？唔系，边个？哦，睇下系咪先咯。好似系有嘉宾嘅，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啦，有位靓女嘉宾上嚟啊，应该喂，咁好多，我哋请好多靓女上嚟啊。我靓咩？靓女啊！哦，靓女。哎，你都靓女噶？后生嗰时咯。系啊。咁我哋嗱，我哋系冇分，即系靓，我哋又请上。唔靓又请。唔靓又请。即系唔靓都请过啦、啊。最重要呢句嘢，我哋另一直播室咧系冇讲政治嘅，咩颜色都请得嘅。OK 。同埋佢讲完，要佢揾你噶嘛？系啦。OK， 讲完。OK。诶，又睇啊！明就明 ，OK， 明就算。好，咁啊，下个礼拜咧，希望有嘉宾啦，咁啊，有靓女睇下啦，好嘛 ？OK， 好，咁啊，今晚差不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